你们要，别舍不得。是啊，吃了少平叔再给你买。吃，嗯。这，啊。铜城咋整顿呢？今儿个是干把祭了吧？嫂子，你平时在大牙湾不出来不知道。只要咱矿上一开工资啊，这铜城就可热闹了。这几天街上人都比平时多好几倍的。你看。 这到处都是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矿工，哎，连省上的百货公司都到这里来设了临时销售点，就为了这几天能够大挣一点。不过这几天也是桐城治安最乱的时候，咱们可得把明明看好，你也注意你的包。中。市里周边的这扒县能手全都出动了，就为了这几天啊，能够捞咱矿工的血汗钱。那不用说。 这几天嘴头疼的，肯定是派出所跟公安局了。可不是嘛。马东东，走，看小狗去。哎呦，看，小狗。哟，嘿嘿，喜欢哪个？啊？黑的。这只啊，哎呦，这娃娃。 真有眼光，这只狗呀可机灵了，想要，让你妈给你买回家。大哥，这狗多少钱？一口价15块。太贵了。过来，来，拿着。哎，咱不还价，15块。卖不行，那要不还价。15块太贵了，8块吧，8块我就要了。大姐，你也太狠了，你拦腰砍呢。大姐夫。 这只狗呀，皮毛光亮，保证没病。嘿，15块钱我都要少了。大哥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啊。他是我姐，我是他弟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你们俩是两口子呢。8块，买不买？不买走了啊。哎，大姐，你再加一点，我再让一点。10块钱，你拿走。10块就10块，行行，给他。买了，买了。 扔那媳妇吧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哎，来，把手接过来，哎，抱着。真厉害啊！那王世才死几天啊，还他妈热乎呢，就给人媳妇整的都受不了了。哎呀，要不行，你试试。 我是啥呀？能轮着我呀？这不是有人少平呢吗？少平行，人有个记者女朋友，完了这还整个小寡妇，儿子都现成的，是吧？好！ 我还征筹某人订批王世才这个板账呢，损伤平当大家，总统党号这个板账。
少平，我安锁了，不轻易服人。咱这辈子也没服过谁，反正今天我服你了。你咋能说这样的话，侮辱嫂子和她死去的师傅呢？ 雷区长，我想好了，我师父不在了，我要替师父把担子担起来，我要当班长。我知道我自己资历太浅，可能还不如安锁子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够把兄弟们带好。少平啊。 你有些情况还能不知道，你这次对俺嫂子死的这狠劲儿，已经让你在矿井中树立了很大的威信。拳头跟力量，在矿井底下历来是受人尊重的，能大的总能干，也总能管好这批粗野的汉子。咱们区上的干部还有一些班长，我都是大家打出来的。 我已经给矿上申请让你当班长了，少平，好好干，我相信你。说好了，晚上看电影去。 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武打片，哎呦，看电影了，去吧。少平，一起啊！老好看了，贼厉害。走。啥？二班班长？ 二班是个烂摊子，劳工人很少，多数都是协议工。这协议工啊，最烂，啥都不干。这协议工的情况是这样子：他们跟煤矿签三年的合同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在煤矿干三年，混三年，拿三年的工资，配够自受人回去当他农民。嘿，所以啊，这三年你最好啥都别碰他，最好连皮也别撕破一块儿。 哼，简直把矿不当自己的矿嘛！难怪二班是个烂摊子。嘿，这协议工里头说二班的最烂，这啥事情都不干，能跑就跑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这到了农忙的时候，人都不见了，这都奇了怪了，这回去搁北子去了。你简直是，哎呀，这气的矿领导给了他班长一个嘴巴子，当他把纸给撤了。 这上个月的字表连一半都没完成，所以现在这班长，某一个愿意当二班班长。我思前想后，觉得你是当二班班长的不二人选，不仅仅是因为你能打架，主要是因为你有文化。文化，毛毛实实的弄球啥呢你？哪儿啊？啊！我听外边人说，你要给少平调走。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好使。 这是领导班子的决定啊！你，反正我不同意。你他娘的算老几呢？我，你干啥？哎，你想办法！哎，都是！哎，你莫打听打听，想打得过老子的人还没出生呢。
啊！咋哭了呢？你给我咋哭了？他没有老大，我拆开。好，他是你媳妇儿，不能拆开。就我就少平这么一个好哥们儿，俺们俩好的跟一个妈生的似的。可那少平不生气，干活还痛快，也没人敢踩乎他。我就是看上他了，他当大家。 他擅长硬骨子表悍劲儿，他能惯住这帮哈怂。他教的二班的厮，已经是班上钉钉的了。不是，那班他把人盯，你哭求啥？你是大男人，再哭你滚蛋！局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过去了，把他也调过来，还跟我一块儿。你说光我这个班长过去没用，没个好的斧子工，我也打不了标。对对对对对，少平，我跟着你走。 你当你的官，我你卖力气。小笑，那行，就按少平说的，叫你当个副班长，行吗？啥？副班长？咋？你还不想干？我想啊！哭求啥你？大男人家。 站某个站相，坐某个坐相，过来，我说两句。这是你们新来的班长，叫孙少平。我大家可恨得很，你们没几个是他对手。走开以后，你们谁还胡踢腾？知道，打的是他吗？就他那样，谁受不了啊？哎呀！ 不是你不服咋的？你再讹一个整死你！好，以后又有机会收拾他。这次你们的新副班长，叫俺嫂子，跟班长一块来整治你们。少平，把你身上我嘎骨劲儿撕出来，谁不踏实，就收拾他。行，我外边事还多着，我先忙起来。一会儿你带他们下界，注意安全。知道。哎。 不是少了几个人呢？少了有五个吧？人呢？去哪儿了？说话呀！瞎，那是哑巴呀？说这没用，把他名单拿。今天副班长带你们下界，照常生产。我就后悔那几个没来。 兄弟，二班是住这儿吗？你谁啊？在认不得你？啊，我是二班新来的，过来看看。来，抽根烟。啊，不会，谢谢。咋都急着收拾东西呢？这不要回家了吗？到时候了，屋里责任天的妹子该收了。那你们走了，把任务交给其他人，别人不乐意咋办？谁不乐意？这都得走。 你不要看这会儿老师的上工，东西早都收拾好了，说好了，明天晚上要一块儿走的。我怕来不及，所以在宿舍收拾。那人都走了，班上没人了，指标达不到咋办？嘿，兄弟，你看就是刚来的，太把这当回事了。俺们都是歇一工，三年后还得回家当农民的，混着挣几个钱就行了。 只要不让班长盯着就行。胡乱干干，我就完事儿了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是聪明的，比我会算账。哎，兄弟，你谁啊？我是你们二班新来的班长，孙少平。明天晚上，你们一个都走不了。 不是你凭啥说一个都走不了？你有多大把握呀？我问你，这么些年了，那一到收麦子的时候，矿上工人走一半，没几个打招呼，说完了也不回来。你不光是协议工，那正式工人也一样啊。这么些年，领导都解决不了的，完事你说你有啥招吗？啊？
我就是没着我才着急嘛。你说咱们班这协议工要都走了，那不是就没人下矿了吗？你这停产对于煤矿来说，那就跟火车停开一样，那是不能允许的大事故。咱们班明天要出不了煤，那说不定局里领导都能惊动了。你我能不着急吗？要我说，干脆谁不干活谁滚蛋，不就完了吗？你开除不就得了吗？那么简单，都开除。 有一半人都协议工，一半人全开除了。我的天！那你说咋整啊？那麦子熟了不能不收吧？你娘的烂地里都是咋的？收啥麦子？谁都知道，那些协议工家里都有劳动力，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回去收麦子。其实啊，他就趁这个空，找这个收麦子的理由。 挣了钱好回去潇洒两天，有的就是为了回去抱两天媳妇儿。你知道，这一走走一半人，矿上也不可能把这边人全开了，这叫法不责众。你说这帮破玩意儿，跟咱们家挣完钱你回去嘚瑟，怎么整？对呀，挣钱。 干啥去你？我得去找区长，找林安逸，今天晚上必须让他把文件给下来。我知道，今天啊是你们这里边好多人这两个月里边最后一次下井，是不是？昨天我跟没来几个兄弟聊了一下，他们都跟我说过了，说你们中间好多人呢。 下完这次井就回家了，两个月不回来，是吧？今天开会呢，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你们这个走之前呢，把钱留下。小二瓢，你啥意思你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啥钱嘛？不是我啥意思，矿上出了新规定，你们不知道？不知道。给你们三块钱。这个是雷区长刚刚发的这个矿上的新政策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给你们念念。 念念吧，念念啊！你们听好了啊！关于协议工的新政策，私自离矿一到三天，每天罚款5元；4到6天降一级工，半年不给浮动工资；7到9天降一级工，一年不给浮动工资。这还干爽点？别吵吵，别吵吵。 听我念完再说。报勤期间，采掘一线人员井下出勤，每超一天奖励3元；井下一线二类人员每超一天奖励2元。对于请假期满能够按期返回无缺勤者，按正常出勤对待，达到奖励条件的按50%折算奖励。 1982年10月5日，大亚湾煤矿，就这些。嗯，这还能凑合干？能不能？行行行，还有人不满意是吧？不服气是吧？我还就告诉你们，这个政策就是我跟矿上提的，你们要走没关系，把钱撂下，不用等到晚上，现在就走。 走不走？ 没人走，没人走就好嘛。那我跟你们把话说清楚，你们也听好。我当班长就只有一个要求：生产出成绩。谁要是敢在生产环节上跟我捣鬼，我告诉你们逃不过我眼睛。技术工人耍赖不干是吧？行，你不干，老子干。上井之后，老子不给你小子曝光，让你小子白下井，行不行？ 干体力活的人想溜肩耍滑是吧？行，我没茬子给你多划一点。你小子不干活，别想上井。我收拾你们办法多着呢。不过话也说回来，你们要是好好干活，我孙少平绝对不会欺负你们任何一个人。掌子面上任何事情，我绝对冲在最前面，而且干得比你们多，比你们好。听明白没？明白。
明白到下井吗？走吧，下井吧，走。走。干活啊，干活啊！干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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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心搁脸上增光呢啊！你看咱们的工作经验，在局里办的报纸上都做了介绍了，叫各矿跟咱学习呢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桐城矿务局局长在各矿电话会议上，这是啥呀？啥的表彰嘞？雷鸣击鼓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受到表扬了，我也高兴嘛。你说，你小子要啥奖励呢？我也不要啥奖励了啊，我想请两天假去趟省城。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放假呢，行，给你放两天假，这两天假算额外的奖励，按全勤给你发工资，不影响你的年终休假，咋样？谢谢区长。咋？是想看天气热？哎呀，哎，我妹也在省城，我要去看看她。好事，好事，去吧，去吧啊！谢谢区长。哎，没事。哎，进来。田书记，省委办公厅来的通知。说国务院有位副总理要来我们黄岩视察工作，你看，要来一位副总理，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、农牧渔业部副部长、国家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国家纪律检查委员会高步前，一个这个重要领导到咱这儿来视察，这对咱们一个地区来说恐怕是大事情。他们应该。马上调整一下手头的工作方向，啊，立刻布置接待任务。看看你的车票。什么味儿啊？说你嘞。现在到哪了？哎呦，什么味儿？哎，咋了嘛？煤矿工人就爱不买票，换车坐的。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孙威同志，田书记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哥。啊，你在位的时候接待过很多中央首长。你能来，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啊！田书记，副总理啊，坐专机从北京起飞，直接到黄岩机场降落。乔书记明儿个到黄岩，吃住行勘探，各个方面都得到位。没问题，你在这方面操家利手，芝麻一行茄子一行，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啊！天哪，这就是大城市。孙少平置身此间，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渺小和无所适从。谁？找田小霞。田小霞？哦，他是工人组，让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你先登记一下吧。哎，谢谢。
金小小不在一出差去了。哎呀，哥！哎呀，兰香。你咋在这儿呢？我不是在这等着你下课吗？那你咋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？接啥接？来，让二哥看看。哎呀，我这兰香当上大学生，这个气质就是不一样了哈。哎，我二哥。啊，二哥，啊，我叫吴仲平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是？我俩一个班的。哦。 兰香，这长大了，交上男朋友了是不是？哎呀，哥，笑死！二哥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啊，要不咱们先去吃饭，下午我和兰香都没课，咱俩吃完饭，再陪二哥在省城里转转。哎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好着呢，好着呢，哥，我把金星也叫上。对对对，成，来，我来。哎，没事，我自己来，我来，不用，我来，来晚了。 停不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两个一边一个姑娘这么挽着我，我别扭。少平哥，我们俩漂亮姑娘挽着你，你别扭啥？不是，你说我一个男的，好像有你们两个女朋友。哎，你们看旁边人的眼神，他们眼神咋了？ 我这不成流氓了吗？小，嗯，你现在可是长大大姑娘了，嗯，可不敢再像小时候那么缠着我玩了啊。男朋友还在这儿。哎呀，少平哥，你放心吧，养明他不会吃醋的。他常给我说他佩服你嘞，上高中那会儿就佩服你。是吗？嗯。他有没有跟你说他为啥佩服我？我知道。 那回啊，你们家养明挨揍，还是我哥保护了他呢。啊，真的呀？他没跟你说吧？没有。我该，哎，来了。啊？看你们俩成这样，是不是说我坏话呢？养明，你好可爱呀。可爱？这个词好像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吧？啊？孙少平同学。 自从上次黄元聚会，我们俩可一直没见，你可不能当着我女朋友面揭我的短啊！我哪敢揭你这个老班长的短啊！啊，哎，不过这换个身份，我可要认真的跟你说，秀可是我妹妹，你可得好好对她。你要是对她不好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放心吧，我会对秀好的，而且是很好。行了。 船都租好了，咱们划船去吧。走走走，好，上去走。在公园转一转，偶尔放松一下心情，还真挺让人心旷神怡的。平时让你陪我来，你都不来。咱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约会，人家的爱情都是甜味的，咱俩的爱情充满了来苏水的味道。 我觉得来苏水味的爱情也没有什么不好嘛，啊，够特别，平时我学习任务重，不能多陪你出来。可是呢，我又常常想见你，所以只能跟你在实验室里约会。不过今天少平来了，我们就算是有天大的事儿，也得出来见我这个老同学。那你当然得出来。哎，我看。 这兰香和仲平是不是很少出来？少平哥，你还真猜对了。吴仲平和兰香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里待着，两个书呆子。<笑>你们也应该多出来嘛。我看啊，现如今这什么逛逛动物园啊，在这个公园的湖面上泛个舟啊什么的，已经成了城里人接待亲友的必要节目了，是不是？那可不，哥，我们这次啊也是托你的福，还可以出来。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哎呀，就应该嘛！我自己也觉得舒服。你看，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面，这又都是跟自己最亲密的人在一块儿。哎，用咱双水村的话说啊，美气的很。<笑>
哎，我说，哎，这个裤子，哥，你咋老盯人裤子看啊？不是，我这兰香腿也很长，你要是像这个金秀一样穿上牛仔裤，这肯定也好看。对，兰香，你穿上牛仔裤也好看。我还没穿过牛仔裤呢。嘿，你看少平哥和亚明哥也说了，少平哥，我上次给他买的牛仔裤啊，他都不好意思穿呢。哎呦，给你买了这个牛仔裤你就穿嘛，啊，你穿上好看着呢。哎，可是回咱们双水村可千万不能穿啊，别说村里的旁人，就咱自己家奶奶爸这肯定看不惯。哎，咱们一起来唱首歌吧。那现代的歌我是不会唱，过去的歌呢，只会唱那么一首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那再合适不过了。哎呀，可是秀你不知道，咱们这里边有个人啊，唱歌跑调。我说我从小就没听过少平哥唱歌，原来他唱歌跑调啊！顾亚民同学，老班长，你不该这样，你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人嘛。哎，我现在练习过了，我现在唱歌不跑调了。发展的眼光啊，那你给我们起一个调。我唱就我唱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哎呀，有进步。小船儿推开波浪，哎呀，这咋又忘了？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随着环绕着绿树红墙，小船。哥，你咋了？没咋，没咋。哎呀，我可能就是在这个煤矿下面待久了，一闭上眼睛啊，眼睛里还是地下那黑咕隆咚的世界，就看到那煤溜子在转，钢筋铁梁压得弯了腰，还有那些光膀子的人就一直在我眼里晃啊晃。少平啊，我看你是压力太大。要不我给我爸说说，把少平哥也调到省城来。哎呀，不用。这煤矿下面的生活和这里虽然是天壤之别，但也是生活。这个在生活中的痛苦，其实也是一种幸福。哎呀，其实我就是在煤矿里生活惯了，我怕突然来到这么好的环境里边，这反而会不适应。吃苦也是幸福啊。幸福，或者说，生活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我们做什么工作。我这煤矿下面的生活平凡而艰苦，可是我生活在其中，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幸福。我为你们现如今的幸福生活感到高兴，同时也为自己的艰苦生活感到自豪。哎呀，不说这么沉重的话题了。哎，大家伙儿继续唱歌吧，你们唱得好，你们唱啊！来唱一首。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随着环绕着绿树红墙。外号啊，注意威桑。哎，张秘书啊，我想一会儿啊，给乔书记商量一下俺这种酒。田书记啊，不能上酒，这可不能越轨啊。中央有规定，不能上三镇海味，不能上酒。三镇海味咱不上，但是这个酒还是可以上的嘛。我跟副总理解释。这是俺黄原本地的一种特产，算是俺的点心意嘛。不行不行，首长要是发了脾气，吃不了兜子走。哎，没事儿，咱把它摆着，不开瓶，啊，
让首长看一看，起码是给俺黄源做了个广告嘛。田书记啊，从来都不放过任何宣传黄源的机会啊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俺黄源穷嘛。还穷？你上任一年，那黑疙瘩全换成白面膜了。只是借这个文报问题。请坐，好，来，大家都坐，都坐。高老，请坐。都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你们黄源还能酿酒啊？啊，这是我们黄源自产的一种白酒，在省里的名气很大，销量也不错。好，今天破回例，饮一杯黄源的酒。好，也尝点。嗯，是很不错啊。有一点西凤的风格，但是比西凤要绵一些。吃完饭咱们干什么去啊？吃完饭去我们山区的一个农村的小煤矿看一看，另外去看一看农民的新的四法种田。四法种田啊，这是黄源的经验。四法种田就是垄沟种植、水平沟种植、兼作套种和生物肥田，这些经验已经在全省范围推广了。嗯，好。来来来，我们喝一杯黄源的酒。好，来来来，好。哥，喝点水吧。嗯。哎呀，香儿，你先去上课吧。啊，哥坐会儿就走了，回头还会经常来看你的。哎，哥，你去看小霞姐了没？她上次来看我，给了我50块钱和一条裙子，她说是你让捎来的，我知道，是她给的。这件事情小霞给我的信上还真没说。哎，也好，有她在这照顾你，哥也放心了。不过这次大概看不到她，她去外地出差去了。哎，来了，哥，我去看看啊。少平，你咋逛这儿来了？我姐她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个蓝翔考上大学，我早就听说了。我是实在忙得很啊，忙得是不可开交。我这也没来成。那个，我才回来，还没有回家呢。你姐她不知道。你吃饭了没有？吃了。哎呀，吃的饱饱的。你姐夫我这个人吧，啥本事没有，最起码能混个肚子圆。下来。干啥来了？这个蓝翔不是考上大学了吗？我也觉得光荣得很。我马上就走，我晚上还要去趟兰州，进点白兰瓜。我这就走。哎，少平，我听说你到桐城的矿上去吧，好着呢，好着呢。哦，蓝翔，你把这个拿上，这个东西好得很，你看甲减乘除又快又灵，一加一，二吧，拿着。你快拿走吧，我不用这。
姐夫替你保存着啊。那俺走了，啊。好好学习啊，矿上多加小心。小心啊，我走了啊。他见你在这里，才走得这样快了。他知道你真敢打他了。你说他咋是个这？哪有那样的男人？你把猫蛋狗蛋害多惨！我跟你说，这不是在你宿舍，我真锤他。别生气了，哥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啊。也是，犯不着跟他生气。那是这样，你上课去，哥先走了。啊？你这就走啊，哥？再待一会儿呗。哥跟你小霞姐啊，有个两年之约，这眼见这时间要到了，哥得多下井，把假期给攒上。